副总，副总，啊，耀春下班啦。是啊，伊拄仔走尔。啊，你阿袂走？啊，就这个客户啊，啊，一日阿要解出一个物件，啊，进前嘛是我负责的，啊，这就算是售后服务啦。啊，对啦，你阿耀春的资料，我已经报予日本筹备处的同仁啦。副总，啊，有进前毋是甲你讲过，啊，耀春伊无想要离开啊，我嘛无想要变强伊。我知影啦。 日本那边的同事对你和耀春合作出来物件，做有信心的啦。伊足希望恁两个当做伙过。志强，你和耀春是男女朋友，希望你替公司说服耀春，你那边吼真需要恁这两个胜利军的。副总，啊，进前吼就为着这件代志，我跟耀春已经冤家足无欢喜啊，啊，即马是无代志，啊，毋过我真正无想要搁变讲伊出国啊。 我有听耀春讲啦，伊无想要出国，上大的原因就是要有较侪时间陪妈妈。若是这个理由吼，就好解决啦。每一个妈妈拢希望家己囡仔比别人较有成就。只要你阿耀春肯去东京，阿摆若是搁当来公司，毋是经理就是主任。对恁这个年纪的少年人来讲，真正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啦。志强。 阿摆，这下好的机会，恐惊无可能阁有啊！你有迄个能力，就好阿爸，相信我，只要你肯去东京，你阿摆讲的话，做的代志，一定是业界内面上厉害的啦。副总，那安尼吼，我阁找伊讨论看卖啊。好啦，就交你啊！希望你阿秀顺会当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莫让我失望啊！ 已经甲我讲到足清楚了，伊无想要去东京，我是要安怎甲伊讲啊？哎，志强，啊，你来伫遮啊？找阮友顺啊吼？是啦，内底坐啦。啊啊，是讲阮友顺啊，才走去买绿豆啦。 哎，就讲哦，这天气安怎，搁冻袂掉，想要食绿豆汤啦。啊，无要紧啊，我留伫遮等伊就好啊。你别来得，坐伫等。唔免啊。啊，是，你讲有什么讲的话，无方便互我听到啊？嘛无啦。阮真好啊，所以我们才会伫想。 阮两个人敢真正有在交往？嗯，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志强人虽然真好，但不过是过囡仔性啊，啊，甲伊做伙无迄种单恋爱、心动的感觉。啊，你是不是跟阮友顺来冤家啊？阮前几工哦。 是有淡薄无欢喜啦，不过即摆已经无代志啊。敢是为着迄个刘总经理的代志？哦，不是啦，阿姆，你唔通误会。唔是就好，我咧烦恼咧，啊，都已经过遐久啊，啊，阮友顺啊，暂时无法度甲迄个刘总经理放袂记，啊，而且，伊即个工课，阁有遐侪机会当甲伊见面，哦，我真正受够烦恼的。 阿姆，啊，若是耀春做工课所在，袂去拄着两种经理，啊，而且嘛离伊足远的，你敢会较放心啊？无，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？阿姆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阮副总的吼，有叫我甲耀春去东京的分公司做工课。东京，啊，这是真好的机会啊！啊。 阮友顺阿弟，一个查某囡仔去遐远的所在，哎呦，安尼哪好啊！
你会当放心啦。啊，伊若是愿意去吼，我会伫身躯边照顾伊。啊，是讲这件代志，伊哪拢无甲我提起？因为伊一知影这件代志了，就马上甲阮副总会拒绝啦。所以可能认为这件代志无互你知影的必要。我知影，一定是因为最近厝内底发生伤济代志啊。啊，伊特别放心，我家己一个人伫咧厝咧，因为才遐尔紧就拒绝恁副总。厝内底若是当平平安安，互伊放心。我咧想，伊是一定会把握即届机会。你敢知影？伊伫读册时阵，伊有读过日文呢。伊去足爱唱日文歌诶。啊，这件代志吼，我原本已经甲阮副总拒绝啦。啊，毋过阮副总诶，搁来互我压着，叫我来说服有村一定爱去。志祥不是在加班，哪会走来这？伊敢是在跟妈讲堂家的代志？志祥，哎，叶顺，你找我妈从啥？啊，着副总会叫我来叫你去堂家的代志。啊，叶顺啊，你唔免烦恼出来这代志，我要用家己照顾家己嘞。啊，你若想要去对食头路，你就出力去。啊，堂家真好啊。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呢，志祥，我拢已经拒绝了，现在做你过来找我妈讲这件代志啊？歹势啦！哎呦，有顺啊！啊，这也不是什么袂用讲的代志，啊，是安怎袂用讲出来啊？啊，这那就对志强安尼遐尔啊歹面相呢？妈，你操烦的代志已经有够多啊呢！我无都替你分担，甲互你替我烦恼，我们这个身体不爱讲诶。啊，是有啥物好烦恼诶？你若是这件代志无甲我讲，我才会烦恼。啊，这个代志本来就应该讲出来，啊，大家会当参详啊，啊，买当互你意见嘛。唔是啦，妈，你最近已经为着大兄的代志，已经有够操烦，袂食袂困难呢。啊，大家暗时困袂去，乱去跟大家爸讲话，我拢看到啊。妈，你若艰苦。就拢同爸来，不爱甲别人讲。也是照常煮三顿，款厝内，该请啥做工课。我伫咧厝诶，你着哪会靠你家己啊？我若无伫诶咧，恁是毋是连一个讲话对象都拢无啊？哎，我诶代志免你操烦啊。你诶代志、你诶工课、你诶前途较重要。对我来讲，你诶代志才是上重要诶。志祥，麻烦你甲副总讲，我诶决定就是安尼，绝对袂改变。请你以后。不要为着这件事情来找我妈妈讲话。哎，有顺啊，有顺，啊，歹势啦，这查某囡仔自细汉就互我想歹去，啊，阮家的小公主啦，恰查某啦，歹势歹势。阿妈安尼讲啊，啊，是讲你免烦恼啦。我入去啊，甲讲明话就无代志啊，伊袂甲你生气啦。阿姆多谢。袂啦，阿那呢，我先入来哦。你是安怎啦？哎，买一日头，买到这样生气哦！哎呦，有顺啊，你唔通安尼误会志强啦！阿姨来找你，啊是你那个副总逼伊来呢。就算是安尼，伊嘛袂当甲这件代志甲你讲啊。等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因公司啦，啊要派一个志强去当家做代志啊。哦，真是的啊！尤顺，这是好机会呢。啊，你若是去东京做工课哦，我就有理由哦，带妈去东京佚佗啊。我听人讲哦，日本春天的萨克拉哦，足水呢。啊，寒天哦，佫会当浸温泉看落雪。嘿，你哪去啊？你兄，
即摆厝的什么情形？我哪有可能离开啊？啊，这间厝够有我，你是会惊啥？我当然会惊啊！你即摆甲李嫂这么侪问题，我是要怎会放心啊？啊，我甲恁李嫂问题，你留在这嘛无法度解决啊！啊，无你卡，你去东京以后，无人甲恁李嫂玩，厝内吼，嘛会较平静啊。啊，你即摆的意思是讲，恁的冤家是因我害的？啊，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一山不容二虎。你讲我无老虎就对啊。啊，这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恁李嫂是母老虎，你是小公主啦，吼。吼，恁两个真正是吼，啊，真是白目的啦。啊，袂晓讲话，阁爱踢啦！我一个哦，抢查某啊，抢袂袂啦！啊，恁两兄妹一见面就一定爱搭嘴讲，搭袂着。是啦，妈，我是惊李嫂坚持要搬出去，啊，李兄一个人爱顾两边，伊敢有法度？妈，妈，阿叔啊，你要来滴吧，我给你关。阿金，我唔是甲你讲，我会过几天，啊那好意思啊，我互你走一撮。哎呦，那有要紧啦，我都安尼散步当做运动啊，对哇。啉茶啦，啊外口遐热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对晓得。啊对啦，我那里巷仔口看到迄个志强哈，顶下来行来行去，是咧等优顺啊。对啦，就等咧甲伊双宿双飞啊。飞你的头啦！你看房间。不是要煮你当汤，啊，两个人都为了这件代志咧起冲突啦！哎呦，会当去东京袂歹呢。是啊，啊，阮幼孙啊，阿妈也毋捌出国咧。啊，会当去日本做是大家生活，哦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呢。啊，是讲，啊，我都想着讲一个查某囡仔人啊，去到遐远，哎呦，我袂放心啦。哎呦，啊，是你袂放心什么啦？啊，志强唔是伫边啊，啊两个人有伴，啊唔是拄啊好，对不？啊，搁再讲啦，有这个机会当出国吼，你就应该四界看看，开眼界，对不？啊，搁应该趁这个时阵，看一下对方的个性安怎，啊两个人吼到底生活是唔是会合无？啊，若会合，安尼上好啊，对不？啊，若是以我的个性甲想法来看吼，是较先进啦。啊，因若是吼做事甲生活拢安尼白白做伙哦，真紧就会有家庭啊。啊，无得卡，后盖转来时阵哦，哼，给你娶一个孙哦。哇，阿金，你真正是一个门当婆呢，哦，想这么远着。啊，这当然的啊，你去想看麦。按照安尼常理来讲啦吼，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，啊两个人吼，安尼逐工白做伙，啊做事嘛做伙，啊毋是安尼无是安怎对无？啊对啦，啊毋是讲哦，已经甲伊交往一段时间啦，啊敢知影志强这个人的背景是啥物哈？我毋知影呢。啊是讲阿嫂啊，你即摆讲这敢袂伤早？啊！但阮家迄个赤查某啊，伊也无答应要去啊。啊，你若认为这是一个袂歹的机会，你毋着爱较鼓励。有啊，我哪会无较鼓励？阿嫂啊，我嘛知影，啊，咱做爸母的无应该变做囡仔的阻碍。啊，我嘛知我应该放手，啊，让伊去为着伊的人生打拼。啊，不过我只要一想着讲去到遐尔远着，我看袂着，摸袂着啊。我想想啊，我真正唔甘啦。哎呀，对啦，你安尼讲嘛对啦。啊，那等幼孙嘛离开吼，啊，本来厝的三个囡仔，啊，就两个伫咧外口。啊，东京阁遐尼远着，啊，毋是讲哦，坐公车就随会到呀。是啊。啊。妈，啊，即摆就看幼孙伊家的决定啦。伊个性这么倔强，伊决定的代志，无人会当逼伊啊。你讲是吗？丞相，你来啊！
我无安怎啦，应该吼是去我修理菜时阵无洗去闪着药啦。哈？你闪着药？你我哪无啊？我替你看卖啦。哎呀，免啦，等下回去吼，先去洗洗，药水吼退退就好啊啦。你哦，大摆拢叫我较细腻的，啊结果嘞，家己这么无细腻，佫闪着药。哎呀，真正哦，真哩烦恼啊，无等下保养厂搞到啥干啊？ 我就无爱，我看你一定是惊小叔叔啊，所以你才安尼讲的对不？我哪有可能会输你啦？行啦，那会等啊。好。春香啊，啊，你的衫哪会弄香水味啊？敢有哦？有啊，你家己看卖。嗯，你真正安尼？啊，我知影啦。 有可能吼是惊迄个小姐吼，伊身躯的香水味啦。小姐，啊是倒一个小姐啊？你的香水味哪会伫咧伊的身躯顶啊？哦，拄仔伫路顶吼，看到千金小姐啦，啊伊的车都开去啊，我就想讲吼，徛好多摆，再等伊保养厂啦。你在意哦？啊，那呢？伊毋亲像我同款，啊，伫后壁安尼甲你扔掉掉哦？不，哪有可能啊？我咧想啦，这香水味应该是。 我买啊吼，啊开车送伊回去引导，啊车顶阮两个人，啊是我想固定吼，才有伊的香水味啦。哈，啊你替伊修理车呢，你干要送伊回去哦？哦，无法度啊，因为千金小姐，迄卖司机若共款，不管看到啥吼，都拢足惊的啦，而且一惊到吼，都大声嗲叫，哦，我若无紧张送回去，我毋得免做事。啊，伊拢大人大正啊，是咧惊啥啦？啊，都。 行垃圾啦，啊行乌油啦，无什么汽油味啦。啊，伊连这拢惊，伊是要哪开车啊？我嘛感觉足奇怪啊。可唔难呢呢，伊竟然哦连道别甲正别拢分袂清楚啦。你敢咪想下嘛？啊，可有哦，伊讲吼，伊袂当去碰着镜头，所以我开车载伊转去的时阵，伊讲车门爱对准引导的门口，伊才落车呢。啊，结果咧？ 我当然是无要插伊啊，我车停好，甲车门拍开，叫伊过来查本道。你安尼就对啊，亲像即款千金小姐，一定是认为讲哦，伊是全世界上大的人，啊，啥物人哦，拢爱听伊的话哦。我嘛是安尼想啦。虽然讲哦，咱有讲过啊，做生理爱好奇心在，啊，毋过亲像对待即款千金小姐，你绝对袂当啥物拢听伊的哦，啊，若无伊绝对软头青骨的。我嘛是安尼想啊。 老师傅，那不是我今日家里招师吼的书哩，迄种人的生理我就不爱做嘞。哦，那安尼我们就真委屈你啊吼。当然嘛，委屈。委屈你安尼啊。来，等啦。嘿，对，我向向想想着，你敢不知我今日骑奥特曼载时阵啊，伊甲我讲啥？伊甲我讲吼，伊若有人看到坐这种车吼，伊感觉足见笑的。啊？我想要问你啦。 我大概吼拢骑奥特曼载你，啊，你敢袂安尼想？嗯，当然嘛袂啊！哦，大概你在我时阵哦，我伫咧当伫咧你后壁，安尼甲你揽吊吊，我就感觉足幸福，我就不管别人安怎看我咧。啊，真实个啊？当然是真实个啊！不管别个讲啦，一旦是在你即种遮尔捌代志个地球查某囡仔，对我来讲，对上对好啊。 春香，我上爱你。真的，春香，你安那吧，快死人，我袂跟你利用上吊啦，是嘞是嘞哦。哎，三弟，你这做头家，哪会叫人客电话到徛啦？你做啥啦你？打死你啦！哎呦，干啥一天做，你紧走啦！ 哎，我拜托你紧了啦，你做啥？你别哭啊！哦，你做啥啦你？哦，头头徛倒。哎，当徛车哦。对啦。我这安全帽好了，来，这里。我开来倒。
哎，阿妹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，哎，这衫有水无？好啊，袂歹啊，水，真有质感，嗯。我卖予春生的啦。卖予春生哦？哎呀，以后你唔通阁买衫予春生啊啦。嘿，啊无你是安怎？啊，你唔是讲要甲春生当做你的后生？对。啊，我今麦买衫予伊穿，你是咧唔甘心？我唔是唔甘，我是惊春生会会中着你啦。 金牛你是袂歹，啊，若是讲金牛你的喜欢，安尼就唔好啊。你是咧学白讲啥啦？哼，啊，我春生这样尼啊故意。哎呦，拜托的故意故意袂歹啊！你敢知影我拄则看到啥？看到啥？我看到春生哦，赛车载一个车啦，迄车啦，坐甲袂歹啦，腰脚比咧袂输你啦，哦，春生甲伊伫车顶内面哦，有讲有笑。 我就是讲，哦，春生真正是点点食三碗公啦，哦，啥物伊无伫个身躯边哦，伊就开始乌白来，开始上啊，上上上。哎呀，你莫等下乌白讲啊，春生哪有可能会开车载车啦？嗯，伊就是你看唔对去啊。哪有可能啦？我目睭遮尔好，哪有可能看唔对去？拜托，我想讲啊，歹啊，春生真正真着你啊啦，啥物只声哦，可怜啊哦。小美可怜，嗯，你唔只是大可怜。 啊，我是咧可怜啥？啊，小美今麦替你顾店趁钱，啊，甲你的店换到遮尔好势，啊，一个人当做遮尔侪人咧用，啊，所以现在真正是双脚踏双船，到时阵若是互小美知影哦，伊若我会做你的店员，准备台倒啊啦。会对吼，哎，那我那拢无想到啊，哎，你进前放眼放眼已经够人员啊，啊，即个你千万唔通互春生学袂来呢。 安尼啊，明仔载吼，你甲我做伙来去保养厂去问春生摸清楚，看伊是毋是真正黑白来啊。好。你来。 竟然还阁有面再找我，我来找你，是要甲你回一声谢嘞。谢清秀，我甲你当作是我上介好的姊妹，嫌过你手下的红色。 今嘛才来遮，甲我回一声死嘞！你一声死嘞，对我来讲，伤害感就无啊。你妹妹我做你妹啊，想叫我抢你红色，因为我感觉对你真气馁，害你这么痛苦，这么伤心。你莫阁讲，我嘛无想要阁听啦。你来找我，到底是有啥物代志？ 我是给找过友姐啦，你敢知影伊伫倒位？你真正是足好笑的呢！你诱拐我的红婿，今嘛才来遮问我讲，我的红婿伫倒？你若这么大面神哈、啊？因为我惊你会反悔啊！我惊你会唔敢，我甲友姐离婚，甚至佮佮伊有联络。 谢清秀，你做你放心啦，你用过的物件哦，我感觉真垃圾。我嘛无参像你这么厉害啦，竟然有迄个才调，甲人讲嫁一个红婿。你真正想要甲伊结婚？是啊，我真坚定要甲伊离婚，也不过就可惜，伊就是唔肯签你啊。 那呢，我到最后一届做你的婚姻顾问。你若是和友姐签离，我会当考虑。无需要你来教我。既然想要离婚，都不需要继续拖累啊。友姐唔肯签离，那是因为唔甘愿。伊为着你，为着恁大家付出这么多，牺牲这么多，最后。
所以你即马只要提出一笔钱来，提出一笔钱给优姐，伊绝对会答应甲你离婚的。是什么意思？是爱我给优姐赡养费？我唔对，优姐为了你等家，敢话放弃伊伫咧丽江度假生活，更何你无应该弥补伊？非得。 只对你单家来讲，根本就无算啥。谢清秀，真正是少加讲的。你抢我的红色，竟然搁替伊走来吃，要甲我讨钱。是啦，阮单家的钱哦，确实是足济。也毋过我甘愿摕去互去食药。 我嘛无可能和你两个人一身共赢的啦！你误会啊，领导的钱我根本都无想要挃。要唔过优姐，若是得袂到应该得到的，伊也唔甘愿，伊也唔甘愿甲你离婚。所以，若真正想要甲优姐离婚，你就家己提出来，莫让大家遮尔痛苦啊！你真正是有够狡辩的。 谢清秀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是这么好的姊妹啊，不过真正想袂到，你抢我的红色，起码竟然搁安尼对待我。今晚我唔来怨恨你，我搁较怨恨我家己，竟然让你这种人公公拍压你侪年，你是好阿伯啊！ 是你家己亲手，把优姐送来我面头前，就是迄天啊。迄天我跟优姐去高雄出差时阵，你不是跟我讲，要我苦劝优姐，跟你好好。结果我却看到优姐，让你难堪了，变到这样痛苦，这样委屈，所以我才同情你，才跟你开这会。真正是有够没跟上。 我就是要跟伊吵，别跟伊吵过安怎？我为着爱优姐，我啥物拢袂啊！哎呀，你咧，伊都干来要怪别人，唔知影反省你家己。结婚之前，你嘛是安怎逼优姐？你去你当家的。 结婚了，你敢有甲尤姐当作是红仔？你敢有尊重伊？你敢有为伊作秀？天道，你全家伙啊，拢是安尼甲伊阿老弟？你是讲啥？出去！你敢出去？马上甲尤姐离婚，要么我袂出去。 这句话哦，你去甲你友情讲，伊即摆会当去的所在，应该是以前阮大海的所在。我拜托你，紧去叫伊哦，第二份协议书签签的啦，因为我永远都无想要搁看到恁两个人啊。 找我在家。是林文甲我讲的啊。你搁找我找林文啊？这个是讲我愿意去找伊啊。是王美惠亲门大户走来找我，我甲我讲一寡歹听话，爱我一定要找到你。
我就惊，伊会对你做出什么代志来，所以我才会去找丽芬。后来，后来，我都给伊洗面，给伊骂，给伊打。你家己讨皮疼是要怪谁啊？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我会安尼给伊糟蹋，拢是为着你的。我安尼讲啊，嘛是为着你。你即摆是有心的人呢，就算无为你家己，嘛要为巴肚内底囡仔。竟然家己啊，走找陈家人冤家。若是囡仔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是要安怎对我交代？你都干来关心囡仔，啊那我呢？我关心囡仔，就是要关心你。好了，我即摆足烦的，无想要跟你冤家啊。只要你赶紧离婚，我就袂继续跟你冤家啊！丽芬讲，伊应该离婚遐意思拢签好啊，只是你直闭起来，唔肯签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唔肯签啊？我即摆无钱无头路，啥物拢无啊！我哪有法度离开陈家啦？啊，你不是甲我讲，你为陈家迄边摕真侪钱啊？遐个钱有一部分替你买厝。买选择，另外一部分摕去投资，即马投资嘛失败啊！我若是甲丽芬离婚啊，我就啥物拢无啊，你知无？叫我双手空空离开陈家，我唔甘愿啦！我拄才已经有替你甲丽芬讨赡养费啊，不过我看伊态度，我可能会答应的。我看，你都莫继续甲陈家人继续争落啊！回去别间病院上班，为着你的意思这么好，一定会受到重视的。无路用啦，我受孔明上的代志啊，早年个传出去啊，即嘛无一间大病院敢用我。那你当去细间病院啊？我是个医术高明、有知名度医生呢，你叫我去细间病院，我才唔甘愿呢。你安尼伫找借口，唔去离婚。那你到时阵，离婚若是去换伊顾你，那是要安怎？你陈家人这么好养，你绝对顾袂赢伊的。不如趁即马，你家己讲清楚，何你去别间病院上班，那你不是真好？好啦，我代志该处理，你免管啦。这不是你家己的人的代志嘞。无外久，我巴肚内底囡仔就会出事啊！啊，到时阵我母仔囝是要安怎？你是讲煞袂啦！我就已经甲你讲，我的代志我家己处理。你即马上重要是甲你巴肚内底囡仔顾好，其他代志唔免管。尤姐，好啊啦！我无想听啊，你怎转去啊？安怎？你歹走是吧？我走，我改走。哎，玉姐，你，玉姐，爸，你应该是为着看中外科研究计划代志来找我对吧？找一个所在。咱阿话讲个清楚，啊，不过拄好我有正话代志，敢有呾麻烦你，先去头前我家己个茶艺馆等我，半点钟以后我随去找你。我跟你无甚物好讲的。等者，恁爸来找我，应该是为着研究计划代志来找我谈判的。安尼你就跟阮爸讲的话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猜对。你若是无来，我惊你会后悔。
李友志，阮伫我住诶所在，迄间茶艺馆，我等你。你总算来啊！吼，爸，你叫我也好听。好嘞，你到底想要做？爸，你免这么着急吧。过一个人，等伊来，咱再偷偷讲。是了。雷文，你哪来了？你随我来啊。坐下，坐位置。你到底是想要创啥？李小姐，你唔免想要危险。官庄研究计划是阮陈总阿平头一日发表，而且我嘛已经申请专利。你若是想要提这个技术去甲北京病院合作，我绝对会当讲。到时阵，你所做介绍台，全世界拢知影。我才看你要怎第二个甲人客气。爸，你讲的我当然拢知影。你伫医学界里面，佮加上恁陈家关系，佮一金钱，要对付我这小小的医生，当然有真济办法啦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也无希望代志会搞到这么歹看，所以希望你甲离婚会当原谅我，佮予我一次机会。假使讲你也是希望我原谅你，佮你转来阮陈家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即马除了离婚，你已经无其他选择了。咁真正安尼？先生，这是陈家辉昏迷的时阵，伊甲甘秋琴在家后病房所讲的话，内底有讲到你甲陈家辉的心声。无可能啊！那录音带我已经毁掉了。我就知影。录音机是落去提走的，这样看起来，你嘛早就应该知影陈家辉的身世啊。李小姐，原来录音机是你藏的哦。好啊，你讲你有录到家辉的身世，那恁你讲嘛，家辉的身世是啥物？爸，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啊，你够唔信任了？好啊，那我就直接讲啊。陈家辉是你甲颜秋琴的私生子。丽芬啊，你甲爸的感情是有够好的。你知影陈家辉是爸在外口甲人偷生，你唔但无甲爸讲，骨体也唔敢。佫找机会，佮娶倒来陈家另做贵重，爸真正无袂听你。李友志，你这龙云大到底是为倒来？哼，我这人做代志就较认真啦。今龙云大时间无够长，我就囥两台啊，一台予你提走，另外一台，李姐，你真正受够卑鄙！卑鄙！我若真正卑鄙，第一知影陈家辉身世时阵，我就应该甲妈讲。我无甲妈讲，是因为我替爸咧设想。李友志，你即马要用这个搞公道，还是爸你较有经验？
这代志应该怎么处理。你又不起啊！丽芬早交给是我的后生时阵，你为着要保住我们这个家，将伊妈妈搁受到伤害，不管伊家己心内外痛苦啦，伊就选择要来保守这个秘密。阿丽，今晚要用这来威胁我，你真正是笨手！啊，我嘛是不得已，我嘛是让恁逼到无路通行，唔知安尼做。其实我要求嘛真简单，就是希望你甲丽芬会当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安尼，我就甲你徛做伙，永远袂甲陈家辉的代志讲出去。你即摆我用丽芬的幸福来甲你讲，无可能啦！爸，爸，爸，你别做我。爸，免这样生气啊！准备录音带。我恁啊！你今麦到底是想要创啥？其实，录音带内底啊，啥物拢无。我只是要让恁讲出代志的真相。因为真正的证据啊，在遮。李有志，你真正是有够过分的，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套阮的话。为了维护我家己的权益，我只有安尼做。恁爸在外口的修行主，把他带回来厝的，你会当原谅伊？先做我的代志，你无得忍来。你敢点去啊？安怎？继续当受气是不是？你逼我离婚，就是爱我去死。既然安尼，规气台拢卖我。我就把这件代志讲给恁妈知影，让恁妈来替我主持公道。到时阵，恁陈家就比这嘛更加闹热。王辉，王辉当初是我这么听你，我将我内我内心我交予你。妈，过去的代事就莫讲啦。为了莫让妈这样伤心，你要可控离婚，好好原谅我，帮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阁做出对不起的代事。安尼对大家拢唔是真好。你这个真心的。爸，所以你也唔通弄着啊！丽芬，你好好想看卖，应该安怎做，才过来找我。李有志，可爸，慢走吧。李有志啊，若是真正甲家辉的代志讲，你妈知，迄就害啊！你妈妈真哩疼惜家辉啦。伊若是知影家辉是我甲秋琴生的囡仔，伊绝对袂甘的。爸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让有志来伤害妈。这个代志我来处理。妈，李慧啊，再来，安怎？你有几个牛包啊？哦，伊即马态度哦，大足硬啦。伊讲，咱若是坚持，爱甲丽芬离婚，伊无惜任何个代价，要甲咱拼到底啦。哈，伊甲手上摕空米箱，还佫食咱病院的钱呢。咱无甲伊讲，甲新排病的就已经真好啊，佫敢来威胁咱？一定是你啦。想过好讲话啊，才无法度甲伊压落来。我看过去，我出面来甲伊讲啊。啊，李慧啊，我甲伊讲的拢是外国技术的部分的，啊，你这也无了解，去甲伊讲，得倒会吃亏。我看也是歹啦。我会当找家辉做伙去，这个计划伊嘛有参加，应该了解内容啊。哎呀，这件代志我来处理啦，莫甲家辉叫袂来。你嘛知啊，李有志对家辉足感冒的啊，爱两个人见面，代志还未处理，就先冤家相拍啊。是啦，妈，啊你若是带家辉去，嘛只是加冤家，啊对伊代志嘛无帮助啊。
李伟杰是不是跟你讲啥？我哪会感觉你开始在对伊让步啊？无啊，我是看伊即马已经走投无路啊啦。啊，咱若是甲逼到上岸，到时阵唔知做啥物代志出来啊。谈判上重要就是爱甲主导权抓牢的，袂当啥物代志拢顺伊的意，安尼伊会了准讲哪里惊伊呢？我一定要约伊见面啊！妈，啊，有姐姐嘛，会摕病的、劣的，还佮外口技师来威胁咱，迄是因为伊无想要甲我离婚。你放心啦，我若是出面甲伊好好讲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讲甲，互伊同意离婚的啦。好啦，无你佮伊参详看卖。啊，伊若要是唔肯让步吼，咱就来行法院，免惊伊。我知影。我办公室那边还有代志要处理，我先回去。好啊。是要安怎呢？爸，你放心啦，我知影要怎对付尤姐。尤春，这是产品设计计划书啊，你看一下。对不起。下一个。尤春，你是要去对啦？茶水间。你敢会当替我解释一下？拢已经做啊，是要解释啥？好啦，你莫阁生气啊啦。你即马是想要伫个办公室搞冤家事？好啦，尤春，来啦。副总都有拜托我，叫我来甲你讲啊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你无想要互你妈烦恼。所以我才会伫门口一直等，想知影雄雄拄到你嘛。那安尼，你会当今日上班的时阵找我讨论嘛？啊，你是安怎做代志拢遐尔匆忙，不爱想清楚啊？副总已经把咱的资料送去东京的分公司啊，啊，伊当然嘛是想要较早知影你的答案嘛。啊，伊哪会当安尼做啊？因为这个机会是大家拢做想要爱的机会，伊认为不管安怎，最后你一定会答应。我看，一定是你的态度，伊感觉讲你话都说服我。一开始是安尼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你讨论了，我都有甲副总报告啊。我讲你想要陪你妈，不想要出国。既然安尼，你当初在甲伊讲的时阵，你唔得拒绝伊。尤春，啊，你要放弃这个机会，我嘛答应你啊。甚至愿意到底才陪你的。好啦，你都莫跟我计去啊啦。志强，你若想要去东京，你就去。我敢有爱你放弃？还阁有啊，今日小高甲我讲，你爱甲伊斗，可能爱着较惨死，为着我放弃遐尼好个机会。我今日甲小高斗，迄是我一时的情绪尔。我心内足清楚，留伫只陪你，比我一个人去东京较重要。我敢有逼你一定要留伫遮陪我？你若遮尼唔甘愿，一直甲别人斗，我的心情嘛会受到影响，我嘛无好过。我听着你无要甲我去东京，我的心情嘛无好过啊。若毋是这个机会遮尼啊难得，我哪会一直苛刻你？高志强，啊，讲遐尼久，你搁咧无了解我的意思是？你是我的男朋友，你应该了解我厝内底的状况，嘛应该了解我今日拒绝的原因。恁厝内底的状况？真正无你想的这么严重，因为你不是我，你若跟我有同款的背景，今日你嘛袂放心离开的。志强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好好把握。我怕你要受到我，再受到你是因为我放弃这么好的机会。
啊，不过我无想要跟你分开啊。我嘛无想要亏欠你，我无希望咱以后提起这件代志，你有满怀遗憾。好啦，有春，我知影，我之前嘛有跟你讲过啊，我愿意做你的萤火虫。不管任何时阵，我拢会陪伴你。任何代志，咱都会当做伙啊。你讲这句话，给我压力足大的。你压力莫遮尔啊大啦，我只是想要代替恁爸照顾你，互你温暖啊。好啦好啦，先莫讲这啊，我先离开。林芬姐啊，嘉伟，迄刚才酒会顶面，你不是讲你的手头有优质提供面相，还够提便宜钱的证据？遐资料你搁留咧无？唉，已经无啊。酒会迄家，李优志知影我会对伊不利，伊就把资料抢走，搁掠掉。我想啊，这份资料已经可以烧掉，无留任何证据啊。哪一下资料？你搞备份？无啊。无一下资料，我想办法跟你有一谈判。我知影，我会记你，你有一找到一名手商提供面相的，我会当去拜托伊，搁还一份因当初交伊的资料，我嘛会当甲便宜的耗材效吧，搁重新整理一份给你。好，安尼你紧把这些资料准备好啊。是，我即马就来去办。嗯。我一定要想办法，组织友志讲出佳慧的心事。要若无等佳，一定会让伊毁掉的。有顺啊，今仔日无等志强来再去上班，我看起来吼，伊还是对志强足生气的。小女啊，哎，天总，食饭未？阮同事因兜种的啦，无喷农药，歹歹啊水，真好食。来来来，多谢你啊。哟，啊你嘛咧用这种补充包的洗衫粉哦？哎，这环保佫好用啦。小美拢嘛要借来外用，来吃饭未啦？好啦。小女啊，你一定阁唔知你烦恼多一个囡啊。三个拢烦恼啦。唉，三个拢烦恼啊。那幼稚啊吼，你这个做妈妈是应该做的拢做啊啦。啊，那幼兔啊甲丽华虽然是讲安尼吵吵闹闹，也毋过。嘛是算友好啦，啊，就干那剩友顺啊。哎，伊讲友兔啊吼，找春生啊开讲，有去讲着友顺的代志啦。你是咧为着伊的代志烦恼是无？还是你无同意去当囝？哎，这都要看伊家己的意思啊。你外口生活是无比伫咧厝内底哦，迄万项代志都要靠家己哦。啊，万一工作上，但是拄着什么困难，还是挫折，是无人在伊身躯边安慰伊哦。伊都干那会当面照片摸咧，啊，比你房间内底好哦。啊，我也
是真正足希望伊会当借着即届机会，啊，学习要安怎独立生活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嘛真正足烦恼的，啊嘛唔知影伊是唔是有法度把家己照顾好。哈，哎，你烦恼这吼，我也拢了解啦。当初春生啊要接培养厂的时阵，我嘛是烦恼啊。啊，春生啊这个囡仔才调皮才故意啦。啊，我咧烦恼讲，啊若是无趁钱。对伊的信心甲自尊心，唔再打击的，结果呢？无经过磨练的囡仔就袂大汉，无打当打的囡仔就无责任感，唔知天地几斤重啦。啊，那呢？春生做头家了后，啊，有真大的改变啊。嗯。较早做人的师傅，一个人把规个口啊拢把啊，啊，即卖做头家无共款啦，请遐个师傅辛劳吼。三顿爱共顾会饱呢，啊无即个头家人哪对会调？吼，啊即摆呢，家族有责任感啦，代志阁家族熬想，啊人个建议嘛家族听会入去啊。哦，啊是讲，恁春生是查甫囡仔呢，啊查甫囡仔，啊伫咧外口磨咧，啊伫咧外口撞，啊做爸母的较免烦恼嘛，啊不管安怎想无，啊袂气夹啊啦。啊，不过，阮幼孙也无同款嘞。啊，这个囡仔自细汉到大，阮规家伙也是安尼个笑眯眯，啊，袂输敢那小公主同款。啊，伊也毋捌食过苦，啊，人情义理，什么代志伊拢嘛唔知影。我是咧烦恼讲哦，伊若去日本食头路，伊会去用欺负，伊会吃亏啦。啊，你安尼在笑，安尼在想，啊，什么时候才会大汉？我承认啦，这三个囡仔内底哦，我真正相信有顺啊啦。啊，我都足习惯啦，啊，为伊在我身躯边。啊，我即摆想着讲，伊若要去，伊若要去东京，啊，厝内底唔着兼一个人安尼甲他缀前缀后，伫咧身躯边安尼叮叮当当。哎，伊还袂出门啊，我若干来想着这哦，我感觉足寂寞的啦。哎。就算讲伊无要去东京啦，伊将来敢免嫁啦？敢有法度一世人陪在你的身躯边到老是？是啦是啦是啦。囡仔大汉啊，做事大人应该爱放手，就爱放手。啊，有顺啊这边无要去东京，一定拢是为着你。你甲看啦，因大兄即卖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二兄有土啊。甲丽华，逐天干毋是咧吵吵闹闹，互你咧遮烦恼啦。一定就你讲哦，这个家无伊就袂用，毋则决定要留落来陪你。啊，那安尼，你的意思是毋是叫我都爱靠劝有顺啊？啊，叫唔通拒绝遐尔宝贵的机会？对啦，人少年人吼，人生才拄开始，干那袂输日头才拄啊浮出来呢，遐咪亲像咱呢是黄昏啊。啊，逐天干来，干甲一间厝顾掉掉啦，啊无代志，捡一寡代志来咧烦恼啦。有顺啊，这个查某囡仔袂歹，哈，互伊出去锻炼一下，才知影讲吼，性地要安怎改，啊，甲人要安怎合作。诶，啊，东京这种国际性的大都市吼，互伊去磨练一下，总是比较留伫咱的身躯边，将来较有成功的机会嘛，吼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才好好甲讲啦，甲考劝啦。丽慧。你来啊，坐啊，我坐了，拄仔泡好尔。我无要饮茶啦。啊，对，你这么有心，会当饮茶，饮水。
就表示讲，你愿意给我好一次机会，我才就欢喜的。我一定相信讲，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假使讲你若是搁坚持唔签字，安尼大家都欢喜去。丽芬，我真正足爱你，嘛一直咧忏悔，是安怎你就是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？你利用病院的利益，还搁有家辉的身世在威胁我。你假讲你爱我，李友姐，你真正让我愈来愈看不起你啊！李芬，假使你愿意，咱两个过去无欢喜的代志拢放袂记啊！你连孙讲，我还搁是迄个真单纯、真好骗的陈丽芬哦。起码不管你跟我讲啥，我绝对都无可能够相信啊！丽芬，我一直希望代志会当有一个圆满的解决。啊，不过你若是真来坚持要跟我离婚，我只好去找恁妈，甲陈家辉的心事讲给伊知影。我跟你保证，你即马有偌痛苦，恁妈妈到时阵绝对比你痛苦一百倍。因为是伊提拔陈家辉，是伊甲陈家辉娶进陈家，佫甲认做客囝。我现在就想要看到伊知影真相时阵的表情。李友姐，你真正是有够卑鄙的！徐姐，你讲。是安怎恁爸在外口有私心主，你会当原谅伊，甚至替人家？我只不过在外口找人，你就甲逼到无路通行，安尼对我足无公平，你知影无？你甲我点去，是安怎到今嘛？你还阁唔知要悔改啊？好嘅，我只是希望代志。卖不甲真来歹看，所以我即马，予你两条路，看你是要坚持到离婚，还是继续替恁爸安扛这个弊病。这是啥？这是你提供面相啊。要搁摕阮病院所有的钱进过，哪可能？不是叫我毁掉啊？你若算讲你为家辉面抢走，把资料毁掉，我就找无其他的进过。到底是安怎？李友姐，假使讲你若是敢甲阮妈讲家辉的心事。那安尼，我一定提这个资料，告你，告到两极关。那是我唔答应嘞。假使讲你若是唔答应，安尼大家都试看卖。因为阮妈真有可能原谅阮爸，又唔过你，敢来咱去坐家？我答应你，会甲你妈讲陈家辉的代志。还有，离婚协议书，你上好紧签的。要那无，我赶快讲。你敢一定要做个这样的转？这一切，拢是家己活。
妈，我倒来啊。有孙啊，我有煮你爱食的冬瓜米线，赶紧来吃。只有我有啥要吃。啊，你离那里说，阿姨就去恭喜你阿伯回来。阿娘，哎呀，哦，我都无客气啊。来，赶紧把灯灭。嗯。哦，食来食去哦，还是我妈妈做的冬瓜米线上好食。啊，你今仔去办公室，啊，你甲志强，敢要你生气啊？啊？我忙在啊。好，你还过来跟伊客气？小顺啊，不是妈妈在讲你哦，你这脾气还小改嘞。啊，但不是我尼啊大个代志啊，啊，你搁跟伊客气哦？我气干呢！哎呦，我哪有啊？我只是气讲，把这个代志跟你讲啊，啊，你伫个底下偷偷替我烦恼。啊，无是当时我替你烦恼，都爱偷偷啊。为你生出来到今嘛，我逐工拢是光明正大伫个替你烦恼的啦。我是想要问你啦，啊，打去日本吃头路。啊，对你的工作敢真正真有帮助？啊，你敢会进步足济啊？一定是会啊！东京哦，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呢，伫遐一定我都学着真济物件呀。啊，不过咱遮有诶物件，伫个东京绝对无诶。迄就是我妈妈煮诶冬瓜面线。哇，你敢要为着这冬瓜面线啊，放弃遐尔好个机会啊？嗯，唔哪只哦，还佫有你煮的卤肉饭、肉羹啊、阿爸的肉粽，还佫有水饺，吼，拢超好食的。伫遐哦，绝对买袂着，我真不爱一个人去遐受苦。嗯，啊哪呢？你嘴那袂去挤挂几空啊？哈，啊唔知是啥人吼。啊！你去公司上班的时阵，就甲阮大家讲，讲伊对做广告最有兴趣的，定会好好打拼，一定做出一个成绩给大家看。阿亲妈，有遐尔好的机会，你要放弃？机会是无等人的哦。小顺啊，啊你遐尔少年对，啊若是有机会出国去开眼界，你就应该去学习吧。我是真正相信，这对你以后人生一定有真好的影响。你讲的我拢知影啦，要不过我若真正去，一年可能就回来一届哦。啊，若安尼，就无人陪你开工，无人陪你洗菜吃。啊，等你天作备啊。阿姑阿金，啊，住离咱遐尔啊近着，哈，我若要讲话，我会惊找无人哦。阿姑讲遐菜车，遐卖菜啦，啊是对一搭，毋是老朋友啊。我家己一个人去买菜，我活自在嘞。活自在，你莫甲我骗。天祖伯有家己的工课，有春心的代志要操烦，你哪有可能啥物代志拢甲伊讲啊？阿姑阿姑阿金啊。有家己的生活爱过，有家己的店爱顾呢。你无歹势讲，常常去甲伊交流下着无？妈，啊，不过我就无共安尼，我是你的宝贝查某囝呢。啊，虽然讲我常常惹你生气，对你讲话大声，啊，不过只有我，我对你使奶，对你讲心事啊，哈。我若离开，你得感觉足孤单呀。就是因为你是我宝贝查某囝，妈妈才无希望你因为我来放弃遐尼好机会。但时间咧过真紧啊，三年五年，啊，八一年就过啊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就希望到迄个时阵，你回头来看，你讲，哦，好佳哉，
妈妈迄个时阵鼓励我考考外的时阵，我有听伊的话，我有出国去学习，我有为我的人生打拼。啊，就算讲结果不是亲像家己所想的遐尔好，上无无遗憾嘛，对不？嗯？你唔讲，我真正会足想你。你敢知影？啊，去毕业旅行的时阵，我拢足受挫的呢。 啊，就是要赶紧回来，啊！来真正去当家，我哪有法度啊？哎呀，等你毕业旅行的时阵，迄时阵才几岁尔，你迄时阵还细汉啊！啊，你即马大人大只啊呢？啊，你经过遐尔济代志，啊，你的想法你感觉都无相款啊啦！啊，敢讲你拢袂唔甘我？我当然嘛会唔甘你。 就算啊，啊，这都好亲像你细汉的时阵啊，啊，我抱你去迄维生素去注意防啥，莫讲注入你的身上，我敢那看伊个针嘛，还袂注入去，我都感觉足疼的啊，啊，我嘛知影注入去，你会哭，你会哀，啊，不过我为着你的健康，为着你的平安，我搁较安那唔甘，我嘛就要抱你去注射。 都好亲像，即摆你要去日本同款啊！我嘛知影，你去日本你都一定会真苦，无一定你会受足侪挫折，啊足侪委屈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希望你会当学习独立，会当学习去面对挑战。啊，所以不管安怎艰苦，我嘛是爱放手。 我鼓励你一定要去。妈，我安尼啦，你陪我去。我是要陪你去啊。啊，他志强是讲，伊会陪你去，照顾你。志强是志强，也毋是你啊，伊无共款啊。韩哥。 老志强对你遐尔好着，你唔该好好珍惜。好，我卖讲这啦，啊，冰箱内底我有冰一寡西瓜，冰啊凉凉，我去摕来好食。我来摕啦，我来摕。唔免，唔免，你面线较紧食，啊，若无过期了就歹食，好，搁紧食。 你是安怎？全世界人拢对付我，连你拢来欺负我是无？你讲，和你离婚，坚持要跟我离婚，我嘛无需要想骗。 去清水好好啊。
尤其到即马，也是唔肯放弃陈家的财产，甲离婚离婚，到底是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把尤其留伫我的身躯边？好佳哉，好佳哉，还阁有一个囡仔，这是你家的子孙。只要我是这个囡仔的妈妈，尤其都无可能放我唔管。这是啦，我提件来穿。你有啥有介衰？做啥物代志啊，拢无顺心。想要回去厝内好好困一下，连厝顶都漏水。啊，你今仔日是安怎啦？我大概啊，无所在通去的时阵才想到我。有时阵我常感觉家己真悲哀。今晚是安怎？一定要讲这五四三，让我更加无欢喜哦。你若是无想要看到我，我今晚随走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啊，我白讲就是啊。啊，你今仔日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是安怎这么无欢喜？原本是讲啊，用外国研究技术。你离婚，莫搞离婚。叫离婚啦！陈道勇，我受厂商考面相，甲乌白一个证据来威胁我，讲我若是无甲伊离婚，伊就要去换伊告我，是真不甘愿。好了好了，优姐，你莫搁啉酒啊！啉酒根本无法度解决问题。啊，你即摆应该做的是面对现实，赶紧甲伊离婚，莫搁甲陈家的人有任何交叉。咱两个人才会当重新开始啊！你这嘛是甲离婚徛共面啊？你嘛甲伊看看，是有让伊惊欢喜，去让伊告，甲伊离婚以后，什么拢无，你就欢喜啊，是无？啊！你本来就太难过，会甲伊离婚来吵我。我希望你两个赶紧猜猜有啥物对。我是要安怎做，唔免你管。李友姐，这嘛就剩我关心你啊！你搁对我安尼大细声，我大家伫陈家拄着无欢喜的代志，都对我使性地，我甲你所有不满的情绪，拢发到我这来。我爱忍受你，委屈我家己，还是因为我爱你？要不过你敢有想过，我嘛会挡袂牢。怎么把这内底有你的囡仔呢？我是你的人呢，你敢有听到我的立场替我想看卖？唔免讲啊，这么委屈。这世人若是无识识你，我就袂行到这种地步啊！你这么想安怎？当初我无想要破坏你甲离婚的感情，是你甲我讲，你已经无爱离婚啊，你要跟我做伙。我这么想安怎？你一发生代志，就甲所有证人送到我这来。你是算什么查某囝？好啊，要算清楚，你来算个清楚的。当初我妈甲尤桃发现咱的代志的时阵，我就讲要甲伊切，结果嘞，你先拢为虾米？伊讲，你要找离婚，甲咱的代志拢压压出来，我走去陈家，一直找我的麻烦，搞变到咁样起笑。那不是你唔肯帮我耍，啊？我的代志哪会变空？是你的讲，你提离婚，哎，我等你，我就伫遐苦苦等你。对你搞杀落去楼卡，我都原谅你啊！甚至我搞有你的囡仔，既然这样唔甘愿，你就把囡仔提掉啊！为着我即马，嘛无法度等你等嫁，我伫出去外口凊彩找一个跟我生啊，无必要跟你生啊！李子，这句话我讲袂出来。
叶云剑的万文华，咱就猜测，无必要互相折磨啊！有情，辛苦咱少年阿哟，来到对安尼无情无义。对啦，我可是无咱离婚这么好呀，袂当互你钱，互你款式。又唔过即马大家人已经甲你赶出去啊！你们跟我同款，同款这么可怜。就算你安怎唔甘愿，嘛是无路用。不可能，我一定有办法，我离婚回头，我一定会当东山再起。你东山再起就靠啊！就我还你老爹的是不是？你看袂透，麦阁一直想咱离婚，麦阁一直想咱家人。咱来当做伙打拼，建立一个属于咱两个人的家庭啊！你卖笑死我！我受这样子苦，受这样子磨练，就是为着要抵住咱家一切，我无可能放弃。早知影，就无应该跟你翕什么婚纱照。这凶皮孩耶！刘姐，你放下！你放手！原来是凶皮！断门奈何乖啊！金秀，来，金秀，金秀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！我都叫你了。你唔免惊啊，我即马送你去病院。
是幼稚啊！幼稚，你也到你家了，是发生什么大事啊？其实我去病，你手受伤嘞？免挂这，其实我去病。我送你来恁单庄阿伯伊来了。阿伯啊，别当去单庄阿伯，应该搞我的手毁掉，别当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紧上车，我送你来北京了。你叫咩白叮当？我是出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不要紧，别人教我怎么过就好啊。你先去无用。是。家辉，是你送我来白衣，是你替我去救的。我去领导找你的时阵，看到门无关。内面阁不够乱七八糟的，阁看到你的受伤倒伫个涂骹，我着赶紧送你来病院做急救。多谢你啊，家辉。清秋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现在受伤，是谁欺负你？你莫问这么济啦。是不是你有一些精神？伊是不是心情不好，在找你出气？你莫有白想，无这种代志。家辉，我敢有伤到外严重？你的伤是无啥严重啦，我拢替你处理好势啊。啊，我。替你详细检查过啊，敢有检查出什么问题？静秀，这个囡仔是不是你跟你幼稚的？你别管啦，你只回答我的问题，我的囡仔有平安无？歹势，这个囡仔保不住。你讲啥？不可能，我囡仔哪有可能保无着？家辉，你一定是要骗我对无？你别骗我，我囡仔又搁第二，你一定是欠我有救一个囡仔，所以你就骗我。清秀，清秀，你较冷静诶，是我替你做解决诶，你的状况我是上了解诶。你的肚子喉咙也真严重。我已经尽力啊，我是无法度把这个囡仔保住的。我不相信，不可能，哪会安尼？我的囡仔明明都平安无代志，就平安，哪可能无去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大家辉，你是你，是你挽回幼稚，你才挽回伊的，所以都怪给我的囡仔。你哪当的走？我混蛋！你哪当的走？清秀，清秀，你看冷静的，害你的囡仔无去，人不是我，是你幼稚。我希望我的囡仔，我会当替你生一个你家的囡仔。
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的囡仔个弟弟，不可以。清秀啊，你幼稚拢安尼对待你啊，你竟然阁想要替伊生囡仔，你根本唔知影好好珍惜你。你根本都无了解，幼稚，即马都干那我这囡仔。都感觉这囡仔是属于的，其他什么物件都是人家给伊的。都感觉剩我一个囡仔，这囡仔一出世是生你，不是生蛋。李幼稚根本就无稀罕这囡仔，那无伊哪有可能甲你拍到安尼，搁甲你一个人等伫个厝的？唔着好加载，我带好去找你。那无可能连你的性命也保袂住啊！我今晚想安怎？我现在我想安怎？我想要我甲幼稚讲，我已经爱伊无去啊！你明明都甲我讲，你甲我讲叫我爱好好照顾这个囡仔，爱好好照顾家己，我想要家己甲母甲无去，我想要，我想要家己甲母甲无去啊！清秀，我知影你即摆真艰苦，我拢知影。这个囡仔无去啊！我嘛感觉真遗憾，啊！不过你放心，你老体的代志，我无写伫个病历内面。这件代志除了我以外，无其他人会知影的。我知影，一定是等你婚，等你婚就是知影。我这晚巴肚内底已经无囡仔，一定是欢喜的。我这晚村伊敢有一个囡仔？你想要为我身躯边甲幼稚手走？你哪会当安尼走？清秀啊，但是拢变到安尼啊，你是安怎搞把伊清醒啊？啊！你为着李幼稚付出这么多，为着伊跟你上好的好姊妹变成冤仇，搁替伊温毛你有囡仔的代志，结果呢？伊是安怎对待你的？但是别讲了啊，唔但无替你讲话，甚至搁讲是你诱拐伊，把所有责任拢撒给你。母奶甲你拍到重伤，害你老体，到即摆人，妈唔知影走去倒位啊！才就这款本事，伊真正唔值得你为着伊这么艰苦，这么伤心。你莫阁讲了，我想要听。我想要我的囡仔，我想要我的囡仔。清秀啊，今仔无去啊，我嘛感觉真危险。啊，不过你也是爱接受这个事实。啊，不过我相信，这应该是天公伯啊，想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彻底跟李幼稚切本数，彻底切断关系。我已经无去，无去啊！当过手术也停十几针，过几天会记当来拆线。我该是生，什么状况我想了解。那无你小休困一下，等把车退下再转去。哎，好事小姐，多谢你啊。幼稚啊！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手内伤到这严重，代志都已发生啊！安怎受伤搞不着了？你是哪多经过遐？啊，我着送回位遐过，唔才拄好拄着你。现在是你，我的手能够变到安尼啊？我欠你的人情，我这世人啊，上无想要欠的就是你啦。
你什么都无欠我。今日准讲是拄到一个无熟悉的身份人，同款会甲你送来便宜啦。卖想想遐个什么欠不欠的问题啦。你是医生，你应该知影讲你家己手的伤到底是偌严重啊。我去扛锤真轻啦，提十几针嘛。照目前可能看起来，就有可能造成意外伤害。你意思是讲，会影响到你以后动手术的手是无？我是一个外科医生，我的正手就敢若我的性命同款。若是我都恢复，佮较早同款，我即世人就乌有去啊！袂啦袂啦，你是一流的外科医生，你应该了解讲安怎医治你家己的手啦。袂啦袂啦。即马手变干呢？只有可能因我无得做医生。你即马讲我技术好，是超过一般来讲来刺激我，互我艰苦是不是？有志啊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我是唔甘看你失志，啊要安慰你，想讲你手里的伤，反正无你想的遐严重。我真唔相信你这么好心的。正是你讲啥，我拢无啥要插你。你即马看我落座啊！应该真欢喜哦！啊，天主伯，敢是迄种人是无？敢讲你毋是？你正前一直阻挡我，叫我莫去做陈家囝婿，你就认为讲我是咧销售陈家的财产，讲我无友好阮妈，讲我无家有土，当作家己小弟，讲我无情无义，安怎？即马看到我去用陈家赶出来，手骨变干呢？你就认为讲这是我的报应？而且是现世的报，对无？尤其啊，你莫安尼讲会用的袂？你若成功，天主伯替你欢喜。也毋过，我无希望讲你为着成功，失去做人做事的根本的道理。人讲看囝在老爸，恁爸爸在生是一个真守本分的人。我希望你莫当甲恁爸爸同款。我咧苦劝你的话，你若毋听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林哥，小骂我什么？小怕我是不是？好啊，趁钱嘛啊！为着我这么手已经无法度振动啦，谁知你要安怎啦？幼稚啊！我甲你妈妈拢同款，会骂你，会架死你，那是因为无希望讲你脚步打叉。但凡你若失败、受伤，你妈妈同款的唔甘你，希望你会当回头。阮哪有可能在这个时阵来踢笑你？啊！我之前讲这样子歹听话，我才唔相信你的巴肠这么宽，拢无囥在心内。今日恁爸爸若是讲还佫伫的，你若讲这么侪无应该讲的话，恁爸爸同款用这种态度来架死你。唔是天主伯也有巴肠呐？是因我答应恁爸爸来照顾恁一家口啊，因为我甲恁爸爸拢同款，拢是重信用的人，我答应啊，我就会做家口。你莫咧，阮爸爸，阮爸爸，阮爸爸，你莫继续讲，你送来我爸，你来当作我爸爸，你来架死我，我甲你讲，你无资格，你出去，我不想来你家，我想要家己小静静。你即摆受伤需要人照顾啦，天主伯明早，我无需要你照顾，尤其是你，我无希望有啊怨恨人在我身躯边徘徊，因为我想要欠你。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安怎？我出去啊，我该走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天主伯来走，若是有需要哦，卡一个电话给你妈妈。莫让伊烦恼。
明，哎，阿爸，对你还好阿未？有啦，还好啊啦。我还好就还好啊，哪迄个表情啦？啊，都我想讲修理好啊，开出去试车，谁知开到半路吼，车阁袂顶袂动啦。啊？啊，我拄只吼检查开半波啦，卡那检查就查袂出原因啦。啊，哪会安尼啊？哎呦，哎呀，等一下千金吼就要来啊，万一这车来修理袂好。到时阵哦，这个啰里啰嗦，我烦都要烦死啊！我代志都免做啊。安那要安怎？我看吼，车我来检查，啊，你把这车吼，甲洗落清气啦。啊，敢就这么搞工？嗯，迄个千金外歹剃头嘞，咱无甲服务吼做甲上好，时间伊伫外口乌白乱讲话，咱连名声都拍歹去。哎，头家，我迄天看伊，家己叫咱调调，无得开去杀着你哦。我看吼。你故意怕伊啦？嗯，我都唔通佮怕带去，佮怕伊，要怕你佮你怕啦。好个。好啊，那紧做事啦，看你搞袂了。好啦，好啦。你先去叫警官来哦。快小心点。好。严警官。好。你车间修理好啊，你检查看嘛。检查？我唔是好手啊，我哪样检查？我那无你想要安怎啊？我想要安怎？小姐啊，那个是过来的呢，你的车吼绝对无问题啦。哎，你敢听我讲话啊？有啊，啊，不过你用咱家豆豆啊说，我哪会知影我的车到底有修理好无？啊，无你认为我应该安怎做较好？你叫我讲话啊，开去山路遐啊。哎呦，小姐，我过点呢，我真正无迄个时间呐。我不管啊，我是人客，人客上大，你就是爱听我的。我就去哄啥？啊！你开的哦，是一个乌心的修车场，车咯拢还袂修理好吼，就叫人去开开走。凊彩你阿讲啊，我伫个开门做生意，我是凭良心的啦，我才唔肯就靠别人讲。啊，请海里。你想要安怎开就安怎开，想要安怎饲就安怎饲。啊，你若饲了有问题，你过来找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负责决定。OK。哎，好啦，我家己饲就家己饲嘛。阿五哥，你爱陪我？哈？我伫边仔陪你。对啊，你讲家己饲车，啊，若是我伫车顶一个人发生什么意外，啊，你我是要安怎啊？我爸这么有名。到时阵，就是新闻就较少大，记者若是来问我，我就甲记者讲，哦唔对，当初是就是迄个头家真正有够恶心的，哈哈，伊车拢袂修理好，你敢甲你开开走？你莫甲讲啊，我陪你是都陪你去，真的吗？
绝对绝对无问题啊！我拜托你紧回去好无啦？我拜托你，你我坐你的车吼，等下高速好无啊？林爸爸、林妈妈，您好，这是我的名片啦，叫我婷婷就好啊。够名片。是吧？你看看，婷婷小姐你好哈。林爸爸、林妈妈，你看起来就少年的呢。我不是林爸爸啦。我嘛不是林妈妈啦。啊，您不是林先生的爸爸跟妈妈吗？不是啦，我不是春生的爸爸啦。啊，不过伊是春生的妈妈啦。啊，我就甲伊妈妈做伙20多年啦。啊，所以你唔通叫我林爸爸，啊，你怪怪，你叫我阿妹姐就好啊啦。阿妹姐，哦，上红上出名的主持人，用卡妹，阿妹啊，你也有听过啦？你有来宾有嘛？我是迄油厂的头家，我家己做药，卖药啊，啊，够我伫咧百货公司啊，设备专柜哦，诶，面膜，生意就好咧。阿妹啊，我就介绍我家己，免管遐多啦。哦，嘿啦，安尼，你要先看卖你的车有安怎无？我车。无啦，无未安怎啦？哦，婷婷小姐哦，你开车这么凶嘞，未出十波人呢？哦，给我惊一下哦！我考到大学的时阵，我爸爸就买车给我，这台车已经是我的第五台车哦。对。阿舅阿姨，啊，恁的车跟我安怎无哈？我的车啊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啊，就是有代志，不是我家己的代志啦。哦，无喏。那是安怎？我应该赔啊！免赔啦！我一台车阿三不如啊，跟你的车袂比嘞，你的车较好啦。好，我既然吼拢无代志，你等我走啊！紧走，紧走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啦！哎，春生啊，啊你哪应该婷婷小姐安尼讲话，安尼无礼貌呢？嗯，就是讲咩？你看，阿姨拢帮我讲话啊。啊，婷婷小姐啊，啊，以后那是有名哦，啊，常常去我春生的保养酒坐坐啦，哈。你有名片，我嘛有，我嘛有，先我交我一个来。阿妹俱乐部，阿妹用卡妹，你想大姐这样找我哦？只能讲不要紧。
啊对了，我阿伯哦，这个是做厉害呀。啊，叶英哦，听恁爸爸的公司哦，放上这里。阿姨，保证恁爸爸以后的公司哦，迄生意哦，对接未完的。是讲啊，咱做人吼互相嘛。啊，阿伯哦，阿英帮恁爸爸斗三工。啊，你是不是嘛？要甲阮春仙斗三工这里？啊，介绍一挂好野人哦，啊，去伊的保养厂交班这里。哎，对对。哦，我真正少无想要搁去你的保养厂的呢。啊，不过阿姨家就拢安尼拜托啊，我真正少派骨折嘞。所以我以后搁会去保养厂找你哦。